审核拟事。行动管制令于2020年3月18日至3月31日生效。为了大家的安全和健康，大家必须在这期间里留在家。这很重要，是为了要打破感染链，以减少人民被感染2019新冠状病毒的机会。爱自己，爱家人，爱国家，请待在家里，请解散，立即回家，请遵守行动管制令。关于此行动管制令，请联络国家行动管理中心日线03-88-88-2010。